朱熹云：“天不生仲尼，则万古彻夜。”古人云：“百善孝为先。”感恩父母，孝敬父母是做人的本分，是天经地义的美德。子曰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戒也。”一子以喜，一子以惧。子曰：“是父母之见，见之不从，由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”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礼，则以学文。”人常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我们要交什么样的朋友呢？曾子曰：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”子曰：“义者三友，循者三友，有直，有量，有多闻，亦以有偏僻，有善柔，有偏佞，损矣。”穿上诚信的鞋子，你会站得更稳；插上诚信的翅膀，你会飞得更高；背上诚信的背囊，你会走得更远。子曰：“人而鲁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月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子曰：“道千山之国，尽士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学习是快乐的，一个人懂得愈多，就愈能享受学习带来的无穷乐趣。孔子就曾这样说过。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岂不善者而改之？”子曰：“吾常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子夏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人在其中矣。”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圣贤的教诲。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非言。”子贡问曰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”子曰：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九思，事思明，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分思难，见德思义。”子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”仁义之于东方，儒道圣经之于西方，是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，注入你我心中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